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好，现宣读会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六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1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02至11:00，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邱委员、泰员等16人，主席吴委员致扬。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六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六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议程讨论事项编列顺序：一、民进党党团邱委员、泰员提案表决通过，共14案；二、请愿案件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3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好，无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六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2月7日星期五，12月11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六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郑宝清等拟具《运输重大事故调查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运输安全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四至五，委员吴其明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国家安全局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六、委员吴坤玉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至九，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教师法》、《特殊教育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委员萧美琴等拟具《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十一、十二，委员郑天才等拟具《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噪音管制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三、委员高金素梅等拟具《原住民族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十四、十五、委员徐永明等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十六、委员叶宜津等拟具《运输事故调查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十七至十八、行政院函请审议《银行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废止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十九、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至二八六、原能会、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文化部、故宫博物院、卫福部、内政部、环保署、劳动部、司法院、考试院、考试院秘书长、总统府、法务部、行政院、考试院、经济部、交通部、农委会、国防部、公平会、国发会、全序部、客委会、陆委会、台湾省咨议会、中选会、福建省政府、经管会、主计总处、财政部、中央银行、通传会、工程会、退辅会、侨委会、外交部、原能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二八七、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事项，业经审查完竣，同意备查，请查招案。二八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临时提案之延组情形，请查招案。二八九、国民党党团函送补推举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课程审议委员会委员审查会委员名单，请查招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一至三，委员江永昌等拟具《所得税法》、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税捐稽征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委员杨耀等拟具《民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委员钟嘉宾等拟具《新经济营运法》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六至十二，委员江启臣等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等二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灾害防救法、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十三、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条例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办公部分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宣读完毕。好，报告事项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一之二案院会通过，第三案渔业法修正案，四之十四案院会通过，十五案一零七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十六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十七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一百零八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讨论事项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请周春米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针对第九届第六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那议案名称及内容，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以上。好，请宣读。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及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立案顺序如下：一、一零七年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集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总审查总报告案；二、渔业法修正案；三、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案等案；四、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五、行政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六、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案；七、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等案。八、一是放射师法修正案；九、营养师法修正案等案；十、心理师法修正案等案；十一、职能治疗师法修正案等案；十二、物理治疗师法修正案等案；十三、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对周春米委员提议有无异议？好，无异议，修正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案一：依立法院职权刑法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全职机关处理者，共八十六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散会。